小孩，你要干啥呢？傻，你要把我那的燕珠子摘下来，把你弄的，哎呦我看你，这让我看啊不看你！呀，小干啥？小干啥？呀，不要你老子是个大哥，我就不该收拾你。可告诉你，男人看女人是人之常情。 不行，你也去看一看，看一看，那白腿，那凶妇，别怪我多管闲事。现在是非常时期，俺们自己人闹起来，总不是啥好事。你就饶了他这回。 你洗澡为什么不挂窗帘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洗澡为什么不挂窗帘？你要听真话呢，还是要听假话？真话怎么讲？假话怎么讲？这假话嘛，就是我忘挂了。要说真话。 我要是挂上窗帘，别人怎么看得见？怎么？你是有意让别人看见？看在我们同生死共命运的份上，我教教你。要什么？女人是如何掌握男人的绝活？你呀，你能让一个男人？ 心甘情愿地为你去死，你不能。可我呢？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，那还算个女人吗？女人要想控制住男人，就得下本钱。这女人的本钱就是。 这个事情，我就不要给别人再设立。你先咽去。那猴子是个知恩图报的人，我今后一定报答你。啊，报啥答呀？你净整这些用不着的。咋？你看不清啊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意思啥意思嘛？ 你看啊，你能参加马帮，愿意跟小鬼子白刀子进黄刀子出来拼命，这不就说明问题了吗？傻小鬼子，那猴子没含糊，我跟小鬼子那也有不共戴天之仇呢。我跟你说，是啊，我家在陕西河东中桥山，我的父母。 我的兄弟姊妹全被小鬼子给杀害。我现在见到小鬼子，我恨不得将其斩尽杀绝。我跟你说，你敬我一尺，我敬你一丈。老毛子，
请侯哥就请你的人。真的？我猴子是谁？啊，户口通门的都是顶子，说话算数。我跟你说，那好，兄弟，听老哥一句劝。你说，记住，从今往后啊，别对自己身边的姐妹有啥非分之想。你的意思是让我断了对女人？ 你又整岔劈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你想说啥？我是想说啊，要是咱们这次能活着完成任务，你回去以后啊，找个正经人家的黄花大闺女，明媒正娶，成家立业，好好过消停日子。我娶个正经人家的黄花闺女儿？ 那倒像你，那谁跟我呢？就我这贵样子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啊，咱们古时候啊，就有一句名言：“美人爱英雄。”哎，你看我给你举个例子啊，楚国的时候有个虞姬，知道吧？啊，那算是倾国倾城的大美人吧？对吧？我操，爱谁啊？爱项羽。 项羽是咋回事啊？人家是英雄，哎，可是他没比你长得俊呐，知道吧？哎，你虽然不能跟项羽相比啊，但你干的差事儿，那也算是个英雄人物了，对吧？你娶一个黄花大闺女，那算个啥呀？那也算个英雄呢。 行了，别想了，回去吧，睡个好觉啊。好。那你呢？我得守着马蹬坨子。哎呀，你省着让我咋省？你们共产党游击队啊，个个都是铁打的硬汉子。你看，你看，又整个用不着的。行了，赶紧回去睡呗。 那我就回去了。哎呀，回去吧。疼啊！我轻点啊。没事没事，你来吧。没事没事，在你嘴里总是没事。 什么时候才是有事儿啊？我啊，这次沙溪古镇遇险，就是很悬的事儿啊。那咱们不是也顺利过关了吗？那是侥幸，是巧合，是不幸中的万幸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。好了。 你要干嘛去啊？小小负了那么重的伤，我得去换他。你呀，心里永远只有别人，唯独没有自己。好，我陪你去。 你干啥呢？到啥鬼名堂呢？你俩装神弄鬼的，出啥洋相呢？快快快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睡觉了，兔子。快快快快快快快讲！ 上啥？哎，刚才看了，看啥呢？洗澡，你没看？看了，当然看了。你说，那猴子是谁？哎，能错过这个好机会？哎，这。
不能吗？是不是？快点！真像你啊？像？怎么不像呢？那好，老北睡。不是，早就给他准备好了。来。插嘴。来只眼。哎，落到盘里啊。没难了，自己快抢。听着啊，在那热腾腾那个木桶里，躺着流骨水滑的，哎，那胸脯，那大腿，哎，等一下再讲。我就把你砸个砸自己哭快去给我讲一个人一样就给你一个人听谁？我。是我们。队长，雪神姐，你们两个怎么还没休息啊？我们俩呀，替换下你和老谋吧。我是不用了，你负了那么重的伤。小乔，你这就叫做睁眼说瞎话。我怎么说瞎话了？我伤的还有你伤的重啊！我伤的是皮毛，你伤的是筋骨。哎，这点我没说错吧？陆医生在这儿，他可以证明啊。小小，康队长说的没错，你回去休息。听见了吧？医生发话了，你必须得服从。你们俩一唱一和的，我说不过你们俩。啥呀？说不过就走呗，走，回去好好整他一下。谁也不情愿的。走了。星星，星星那么多，你数得过来吗？这让我想起了我们的学生时代。学生时代。看什么呢？我在数星星。星星？天上的星星那么多，你数得过来吧？数不过来也要数。为什么？小时候奶奶说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双美丽的眼睛。眼睛？眼睛，那里有你，有我，我们都眨着眼睛在注视着对方。星星还是那么多，可是我们都长大了。那时候，如果不是你不辞而别，我们的
应该都会叫爸爸妈妈。曾姐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当初你为什么会辞而别？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当时我不辞而别，是因为我们的地下党遭到了日本特务的破坏，我们的很多同志都被捕了。啊！当时情况千钧一发，所以我只能……那现在知道那个日本特务是谁了吗？不知道，但是我相信，早晚有一天，我会弄得水落石出的。这回好戏看喽！哎，我有个想法，不知你同不同意？你说说看。小小负了那么重的伤，还必须随队前行，让我看到了一专多能的重要性。一专多能？因为队里只有一个报务员，如果其他的人会派发电报，小小应该是可以被撤下来的，所以我。所以，你想跟他学拍报？我是怕万一。没错，是应该做的有备无患。回想起来，我的工作还是没有做细。比如，这次队里突然出现了伤病员，我事先就没有想到。雪川，如果没有遇到你，那势必我们队里会造成结怨。会给我们完成任务带来很大的困难。好，我同意。还有件事儿，你痛快说吧。你看高夏。高夏？高夏怎么了？高夏不像个男孩。我是医生，我敢肯定她是个女孩，而且不是哑巴，是女孩。康队长，康队长。曾经怀疑过高夏的性别。啊，雪川啊，这件事情先不要张扬。高大叔让高夏女扮男装就一定有理由，所以我们先不要捅破这层窗户纸，好吗？我明白的，你放心吧。Thank you.
别让外人看见。怕什么呀？嗯，咱俩不是早晚的事吗？谁爱看谁看。嗨，别人看不看见我无所谓，最担心的是我的下儿。你怎么也得让我做通下儿的工作以后吧。快回去吧，关上门。路上注意安全啊，少抽点烟。哎。快回去吧。史密斯，我看见了，我看见了。你看见了？你看见什么了？我看见你和一张漂亮的女老板。啊？啊？哎哎，起来了啊？什么呀？他根本就没睡。对不起 啊，没事。有事吗？有几件事儿，我必须跟你商量一下。好的。陆医生，请你出去一下。啊，来，给我们。来，来，坐上。这有什么男欢女爱、天经地义，很正常嘛。不行不行，你们那儿行，我们这儿不行。我不懂啊。哼，你是不懂。夏儿，夏儿，我更不懂。这次沙溪遇险，你认为问题出在哪里？这件事儿，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我考虑再三，会不会是你给重庆发的那封电报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别误会啊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和外界的联系除了那封电报就再也没有其他的了。难道是咱们内部出现问题，日本人的黑手已经渗进来了？完全有这种可能。可是从时间上看，即便是内部的黑手送出去的情报，黑鬼川崎也来不了这么快啊。所以我想啊，问题一定出在电报上。可能是咱们的密码被黑鬼破译了。我是这个意思。那史密斯怎么办？怎么能让他继续跟我们前行？这样既增大了我们的危险，也会拖累我们的行动。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咋了？咋了？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咋了？是不是小鬼子追上来了？是，是。这吵家伙！哎呀，不用吵家伙啊！史密斯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是高校和他爸爸打起来了。我不跑了，你也不要追了。夏儿，夏儿。
相，咱爷儿俩好好谈谈行吗？你是问我跟阿芝是怎么回事，对不对？孩子，爸爸把一切都告诉你，好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问谁呢？啊？谎报军个军情。好了，咱们不要打扰他们了，走吧。I don't get it. I really don't get it.你真是莫名其妙，我跟你说了这么多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。这事儿太大，你让我再想想。想想。想想想，你再这么拖下去，连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。那也不能蛮干吧？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。你不敢是吧？那好，我找别人干去。我同意你的意见，给你们穿衣支队发报，请求他们支援。谢谢。小小，到，马上派报。是。
大队长，发行一部不明电台。他们拍发的是什么内容？他们这次使用的不是上一次的密码，所以立刻破译。哎，立即给马梦回电。在我这儿多住些日子吧。多住？不行啊，我们是说走就走。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面呢？等跑完了这趟马帮，我就把你接回去，到时候咱们就再也不分开了。夏儿说等他回来一定叫你妈妈。那咱们出发吧。不。怎么了？咱们要赶早不赶晚。咱们今天啊就在这里休整一天，养精蓄锐，明天一早再去西京都。行了行了，哎，死人的恨。哎，啥？嗯，你这姑要是一副酒，嗯哈哈呀嘞，就跟跟你就别跟了，知足吧你就。哎，你快看快看，那谁来了？谁来了？小妖精他泡在锅里干不干了，再干也轮不上你。肯定是来找我的。吹吧你，我吹。哎，没凶火，没大腿，还有我。哎，不是来找我的，那都是来找你的。我才没那奢望呢。找你的那可不一定。大胖妞找找你们的尊容。你个死狠子，你咋的好干了、啊、臭八怪水眼。哎，我现在打一度。哎，赢了外个来呀、啊、到你接到啊。我都在这儿啊。旁边说又何必干啊。我是来找我的。上次啊我带他们到天门山把你救出来，哎，你不就守着要照吗？我还一直在瞪着你。走，咱们到那会儿聊。谁说我是来找你的？我是来找马一马先生的。找我？
件事儿想跟你请教一下，不知道可不可以啊？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走吧。好，走吧。嫂子，头要晕晕晕呐！完了完了，我做完汗完了，起飞了，单大了，太忙活了。不要紧，我会活的帅帅呀！翠翠在这干啥去？谢晓，谢晨姐，干嘛呢？啊，检查一下电台。从今天开始，你是我的老师了。老师？我当你的老师啊？康健没跟你说啊？啊，你是说学拍电报的事儿啊？队长说了，受学生一拜，敬礼。学生姐，不敢不敢。马先生，坐吧。您坐。坐嘛。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吗？不知道。那你想知道吗？想，想。那我告诉你啊，苏三，我帮你擦一下你啊，擦苏三。你这个脸上啊，也鸟屎，牛屎。脸上咋会有牛屎？你怎么搞忘了呢？刚才你不是在尿屁吗？哎呦，那个尿屁吹的啊，好大呀！喷着你的尿！哎，叶巴子，你别跑别跑，过来一下！我炸死你！报告，大队长，富士山真山急电。我们先来熟悉一下电台，这个是电台的开关，啊，这个是耳麦，啊，这个就是发电报的，啊，按下去，这灯就亮了。你是否想起曾经走过的山？山里的野花又在悄悄绽放，想来想去，重复着花开花落的传说。
江岸对面的歌声，歌里的琴声还是那样悠扬。当来当去弹奏着情到深处的故事，烟归了，春归人。